你让我现在怎么办？回家吧，不行，我得回自己家。我得走了，你就不能陪我多待会儿吗？毕竟我是有家室的人。你跟那老头在一块儿有意思吗？我走了。你送不送我？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。杨桃不知道为什么不快乐。不行，我不能在这里。一点儿都不快乐。那去我家吧。我自己有家。送我回家。那我自己走了。杨桃，你就这么着急回家吗？你放开我！我要回家。你信不信？你要回家，我就跟你上去。小红，快！哎，我问你，你大姐回没回来？没。怎么还没回来？你快快放那孩子尿了，快！我也不会弄。你不会弄，我不更不会弄了。尿不湿，尿不湿，长尿不湿。这么晚你怎么才回来呢？干什么去了？啊？快快快，孩子尿了，快快帮我整整。我上去换内衣服啊。